好，这里空间要留短，那右边比较短哈。那这横画是短。好，请看一下这里，左边短，右边长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右边比较长。好，这也是左长。好，右边要短哈，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那这边是也是左边长，右边短啊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也是左边长。好，右边稍微低一点，好，空间距离取好，下面的这个撇会比较长一点。好，也是这样，左边长。好，一样，左高右低啊，这边是左低右高。那请看一下是内斜的，好，这个空间要把它留出来。好，这里空间距离取好，这也不碰到右边，好，右边，右边这个内斜的，而且右边比较长，对不对？右边的横折竖这个竖比较长，好，左长，好，左边低，右边高，好，内斜的，好，这个空间距离取好，好，左边低，右边高。看出来了，左边低，右边高，这个是一个弧度，这个空间很大，好，左边高一点，右边低一点，好，这里拉长，一样左长的，左边高，右边低，这个内斜。好，请看一下，这里空间要留出来哈，这里空间。